排骨不管怎么做，切记不要直接焯水。今天教你一招排骨鲜嫩多汁，不腥也不柴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骨非常好吃下饭的做法，希望排骨里面加入一勺食盐，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。接着往里面再加入一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它能有效地去除鸡肉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。抓到一些粘手的时候，往里面加入清水，然后再给它清洗一下，看一下已经洗出了很多的脏东西，再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，冲洗干净。准备一个碗，放入葱姜，再加入料酒，然后用手抓捏出葱姜汁，往排骨里面加入白胡椒粉、葱姜汁，再加点生抽，然后用手多抓拌一会儿，让排骨吸收料汁。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，抓拌均匀，放入28粒豆豉，再加入蒜末。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剁椒王酱，上次做了剁椒鱼头，家人都说非常好吃，今天再用排骨做一个好吃的解解馋。抓拌均匀之后放旁边腌制10分钟，然后放到蒸壁上面，锅底水开之后盖盖蒸40分钟左右，蒸熟即可。好了，已经蒸熟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真的太香了，再撒上一点葱花，一盘美味的剁椒排骨就做好了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吃起来真的太下饭了，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。